长得这么好看，又感谢我妈妈勾出了这张嘴，又感谢胡说八道。普通话，普通话是我们全国，是我们全国的通用语言。最近很多人说你是傻子，你怎么看？几个人说的？两三个吧。没关系，还有好多人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下课的都比上课的的声音要大得多，兴奋很多。多吃一口挡肉，少吃一口肉不瘦。哎妈，我电脑醒了，还是不管胖不胖了吧，吃吧。上十位戒一，要是他不见呢？啥？要是他不见呢？他能不见啊？他今天他戒也得戒，他不戒也得戒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？我好，这个生气，我又不是不喜欢你了，你就不能哄哄我吗？哼。